相信了，这是个虚伪的过程。我们真的关心彼此吗？我们真的在乎彼此吗？互相熟悉，但我常常连你长着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。其实我们两个并不熟，为什么我们可以通信这么久？你的寂寞来自你过的生活根本不是你自己，你在过别人期望你应该成为的样子。无数的你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我帮你联系了一条脆弱的线，在真实的你和现在的你之间。你和我的对话犹如你和你自己的对话，这是你的孤单，而我的孤单，这是我以为我自己很真，身上像是长了千万根刺，谁靠近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，如果我们